你干啥呢？啊，你刚拍的什么？可以看到他的脸上写满了自信。哪产的啊？国王是我。让二号把手伸进四号的裤裆里。好，二号是谁？反正不是我。牛批！国王是一。三四绝对得亲一下。三号是谁？我。那我是四号。就这样，刚觉得你没想好，我蒙上眼睛，你快快的亲我一下啊！好，这么一下，快一点，我失去味觉了。那边为什么有个女的坐在地上啊？她在给你100块钱，你去跟她搭讪。你不能用钱来收买我的爱情，好吗？200。好，接下来是贪吃蛇版本，我们来看老豆能不能抓到这杯奶茶呢？奶油挑战。接下来呢，我们会把你的眼睛蒙上，然后在你的手里放东西，你来猜。你搞我。说什么？抹布。哎呀，这也太简单了吧！哦，这是个手机。对。但是不是我的，这谁的手机啊？这不是 iPhone 三吗？对。陶文白说你手机太破了，送你个新的。我知道这个，144赫兹啊，44快充，3K 双扬，快充2K 激活。这于老豆呢，平时在我们视频里面表现的一直勇猛啊，有担当，敢于尝试各种挑战，为我们增添了很多精彩镜头，所以呢，我们
送给你了。Hello. Once a year I'll see them for a week or so at most time.